波姐講完就到 Letty 講啦。啊，多謝 StarHub。咁我人生中第一個獎項係 StarHub 到攞嘅。多謝 TVBI， 多謝 TVB。因為 TVB， 我嘅夢想成真咗嘅。我可以做到一個演員，我可以拍到好多唔同類型嘅劇，遇到好多好好嘅監製，遇到好多嘅角色。但係演員能夠遇到一個好適合自己嘅角色或者好好嘅劇本，係需要好多天時地利啦、幸運啦。咁我好開心可以遇到 Cherry， 遇到不懂世界的女人團隊裏面嘅每一個人。我多謝關樹明，多謝朱 Sir。多謝所有編審，他們創造了這個角色給我。多謝 Saving， 因為 Cherry， 因為有 Saving 就有 Cherry。跟住 Cherry 是一個大家成日覺得我 Cherry 好像我做回我自己咁樣。Cherry 是一個角色，我在這個角色裡面找到我自己。我亦都很幸運在一個比較艱難的時間遇到這個角色。在裏面我學到很多東西，我會繼續努力。 Thank you。